离我上一次六月做的片来英国六个月了，不知不觉又过多三个月了。这三个月感觉上过得特别快，可能是因为我大部分重要的事情都处理了，心情比较轻松，亦都可能是因为这几个月都是夏季，天气比较好，人的心情都好一点。在六七月的时候，日长夜短，太阳在四五点钟就出来了，去到夜晚十点，那天还未黑得晒，日照时间长一点，人都精神一点。这里的夏天比我想象中舒服，大部分时间都不会好热，有点凉凉地，出现热浪那几日就比较热，不过可能剑桥这里的天气比较干燥，所以都不会太不舒服。我都买了一把风扇仔，不过整个夏天我只是用了两晚，之前都考虑过买部流动的冷气机，不过好彩最终都没买到，如果不是屋企又多一件垃圾了。这几个月多了很多香港人来到英国，剑桥不是一个热门的地方，但是很明显在商场在街上面都撞多了很多香港人。刚刚来到的香港人很容易认，在街上如果见到还戴着口罩的华裔，那多数都是香港人。香港人除了喜欢上班之外，也都很喜欢戴口罩。香港人真的很乖的。其实看情形，这个疫情都不会那么快完结。如果要完全清零才可以过正常生活的话，看来都要十年八载。香港人还有牌要戴口罩了。香港政府当然最开心了，最好无限期这样限聚令，那社会就安定平稳了。另一边厢是英国，英国政府在7月19号就开始取消大部分的防疫限制，大家开始过回正常的生活。英国现在每日大概还有3万宗左右的确诊。在英国很多人都是定期做测试的，好像我小朋友那样，他定期就会做测试，如果是阳性的话就会知道。不过很多人阳性其实是没有病征的，特别是小朋友感染到，如果不做测试的话自己都不会知道。如果是阳性，绝大部分的人都是留在家里自我隔离休息一下，之后就可以重新生活了。感染过就会有抗体，真的严重的情况不会太多，所以一般人都不是那么紧张。我相信英国政府在权衡得失之后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六月份是小朋友学期的尾声，考完试之后他们就开始放暑假了，假期的功课少得可怜，他们可以真正放假。不像香港暑期还要做一大堆无聊无效的假期作业。来了这里半年，我出街都是搭巴士。在六月我就租了几日车，主要是想认识一下英国揸车的情况，同埋方便去买家私。离剑桥最近的而家都要揸车个零钟，在香港我好少揸咁长。
我都学了一些东西，好像入油那样，虽然是一些很简单的事，但是始终是第一次，所以都有点战战兢兢。在六月我少了出片，一来我都花了一些时间去砌家私，二来在六月在香港发生的荒谬的事和坏消息一单接一单，看着香港由一个开放社会慢慢走向一个封闭的社会，都很影响我的心情，所以我都躺平了一段日子。因为我做的片是相当花时间，我要坐定定在这里一段长时间，一气呵成才可以完成，与其没心情，那就不如停工了。我相信香港的苦难并不会这么快完结，香港还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黑暗日子才有机会见到光明。有些打算离开的人还想着在香港做多一两年赚多些钱，或者看看形势的变化，我只能够说一句戆。大部分的香港人没什么读过中国近代史，对中国实在了解太少了。有些政客还想着出来参选，他们不是无知就一定是无耻。去到七月都有些开心事的，好像国家队就在欧冠杯入到决赛，全国都很关注，虽然最终在互射十二码之下输了给意大利，但是都算是一个很好的成绩。跟着七月底就是东京奥运了，看到香港和台湾队都有很好的表现，都令人开心的。而国家队的表现是非常出色，在奖牌榜是排第四。英国的人口其实只有6000多万，是香港的九倍左右。如果以平均人口来计，英国的表现是十分强劲的。我自己并不心急买车，不过在英国如果揸车的话就方便很多的，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，所以在八月我都开始周围去看车，最终都买了一部新车。有了车之后就可以载小朋友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好像去农场看看花，去伦敦行下街那样。其实在英国生活很多东西都跟香港很相似，始终香港的制度都是来自英国的，好像揸车那样，交通系统和规则都跟香港很似的，虽然有些不同，但是都会很快可以适应到。有了车之后加上市面回复正常，我都多了出去吃东西和行街，在剑桥都有很多中式、泰式或者日式的餐厅，水准都不错。讲回剑桥这个地方，由于越来越多人来，所以学位啊、租楼啊都比我来的时候紧张了很多。其实越迟来的人只会后悔自己为什么这么迟才来。住在这里9个月，我遇到的人绝大部分都很友善，遇到邻居大家都会打招呼，有时谈两句，当然就不会太深入的。对我来说要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，我相信都还有一段几长的时间。剑桥多了香港人，在8月31号有些有心的人就自发组织了纪念活动。在剑桥是第一次，现在是9月了，
小朋友都要重新翻学。日落的时间越来越早，7-8点就开始天黑了。路边的树开始慢慢变黄。满地的落叶告诉我知，秋天已经来到了，冬天都不会太远。我很期待跟着那3个月的来临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完整体验这里1年4季的变化。下一条片我就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里生活了1年的感受。